选择。有起伏，有起伏。You like basketball？ 我听说你挺喜欢篮球。我不行。我手小，抓篮球抓不住，踢足球还行。你来 soccer？ 我也喜欢。也是足球吧。China beat Thailand in the night in World Cup qualifying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晚上是世界杯的预选赛，中国战胜了泰国。有事吗？在泰国举行篮球的比赛，2比1。但是我觉得侥幸成分大。因为我现在对我们国家足球队呢，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个水平。有起伏，有起伏。有事吗？但是我觉得侥幸成分大，不敢肯定他们的这个水平。有起伏，有起伏。